干涸龟裂的日月潭底，民众合力清除陈年废弃物。渔网、钢索、各式各样的废弃物，因为日月潭水位急降，才被看见。 嘛爱赶紧，因为吼，即摆是时水期，啊，等到水来低开吼，要来清理就较歹清理。那较轻的，咱提哩一人提一两袋，伊面顶有回收车。这场净滩活动由公部门与地方人士合作，结合相关资源，加速废弃物清运进度。危机就是转机，就是在这样子缺水的情形之下，我们也可以一次的定位，把这些日月潭潭底潭面的废弃物清除。啊，希望大家。 就不要再丢垃圾到日月潭里面，让我们日月潭保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观。美丽的日月潭风光，水面下原来有这么多垃圾，借着干旱清淤，还给日月潭表里如一的美丽风貌。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道。